这边呢，现在就开始切啊，就是一些面呢，应该要先删掉。那你这边呢，可以先用 cut 工具啊，就是右键这边应该有个 cut 吧，cut。那切的时候，你可以开 snap 啊，snap toggle。snap toggle 里面的按右键去设定你要贴在哪里哦，网格不要了，就贴在点上啊，要不然就是贴在线上啊，要不然就是贴在中间呐，或者是尾端呐之类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应该是会贴附。对，然后，诶，等一下它。到底在切什么？怎么一直切到不是我要切的地方？啊，我知道，我选错模型了。这个是 sphere，我应该选的是 torso，然后再 cut。这边呢，先按右键结束，接着切到选取工具，进入面的编修模式，一二三四的四吧，选面。Delete，这个要怎么修理呢？先不管那么多好了，先把它接起来。Snap toggle 先关掉啊、哦。再来呢是模型呢，先 attach，好，attach 关掉。关掉以后呢，这边开始切到点编修模式，开始做 snap 贴附啊。那选点以后呢，我们找那个 target weld 点对点焊接 target weld。这边 OK target weld。那我这边可能是焊到这里吧。先焊过来，再焊过去。好，这边的 F3 好了。F3 的状态下看到的是，这里跟这里焊接，这里跟这里焊接，这里会多出一个三角形。好，F3，先整理一下它的面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三角形。那这个三角形的话呢，我想我应该是用 Alt C，这边就是 Cut，S 按一下，toggle 它的 Snap。那这边好像可以让它的布线是，简单的处理就好了。这样子好了，OK。然后再从这边切
贴到这里来。OK， 这边呢再选 H。那现在呢，因为 Soft Selection 好像是开的，哎，我没有开，奇怪。切到选取工具 ，Toggle 关掉了。这边呢要 remove 掉。哦，哇，更大的问题又出现了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我看一下。remove 这条线，而且这边应该多了一些点。remove。这边其实也还好，我这边可以用一个指令直接让它这样一路切过去，所以我这边先做这件事好了。因为这边的线反而本来就布线不足哦。哦，这个问题果然又出来了，显示根本不正确。先做 ring， 然后再做 connect。对，这边。所以这样一路切，哎，可以，好，打勾。打勾以后，这边呢就直接做焊接 ，Tuggy Well， 右键 Tuggy Well， OK， 这边焊起来。好，再来呢，这边就是再切一下 Auto C， Toggle Snap， OK， 好，所以这边呢现在就接起来。那接起来以后呢，这边该不该用 relax 一下好了。pen deformation relax。OK。好像不要做 relax， 这个其实越弄线条越怪了，还是建 ZB 处理好了，因为这个毕竟不是 Max 的专长。好，所以就先做到这里，今天进度就先到这边哦。